走到哪里去吃哦，其实生鱼片都是饱饱的。我们北部这边哦，可能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渔港的朋友，他这个真的是，实话实说，东西是好吃，真的有哎、欸，我吞下去了哎、欸。好啦，两天后，两天后我再拿出来给各位看，我吃下去了、欸，天哪、啊！超派，我也要吃一顿。你们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为什么要打起来呢？害我吞了一条橡皮筋。你们两个不要打嘛！哎呦，我要把它吃下去。胃胃分解掉，胃胃分解掉。啊！胃会分解掉，橡皮筋无毒，你确定吗？完了，完了！我小雨说萝卜丝沾到酱啊，它里面没有橡皮筋啊，所以我们刚刚看错了，它的是萝卜丝沾到酱，它的盒子没有橡皮筋啊，它的盒子是用盖的镶进去的，所以那个是萝卜丝啊。小雨跟我讲，它没有橡皮筋啊，因为它那个盒子是它那个冰柜耶，所以没有橡皮筋。是那个啦，他说是那个啦，萝卜丝沾到酱油啊，真的假的？看起来就很像橡皮筋啊，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看起来也觉得是橡皮筋呢，这怎么像萝卜丝？小雨，萝卜丝吗？萝卜丝哦，沾到颜色超像橡皮筋哦，萝卜丝啊，萝卜丝啊，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渔港的朋友。他、啊、这个真的是，实话实说，是萝卜丝啊，应该是萝卜丝，我应该没有弄像橡皮筋。好，沾下去，沾酱之后，哦，有啦，沾酱之后就比较香。对啦，应该是啦。他想说吃橡皮筋，我怎么会把它吞下去？然后我吃橡皮筋吃的那么爽，对，萝卜丝啊，对啊，我想说，因为小雨跟我讲，他的盒子里面没有那个啊，没有橡皮筋。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我今天吃起来的爽，就是没有咬不下去啊。